你有加了好友？没有，没有吧？应该没有吧？没有。一进来，怎样？怎样？欠你是不是？跟那些打肉的孤儿有什么两样？妈，你早都孤 There's 儿 the 了，boss. Hi there. How 全 can 部I 都 help 孤 you? 儿了，抱歉，How do you 我怎么知道他们那 choose 么孤？children? As soon as you've decided, I'll get the Pegasus rep to prepare the vehicle. 我怎么知道 Quite a 他单亲 collection you've 家got 庭？here. 奇怪了。Just let me know what you need. 他的确是不饿。Did I mention that I have an MBA? Your personal vehicle is being brought up now. 我也不知道，我们有一个7年的朋友为了500块吵架，我怎么知道？你能想到吗？当然不能。咬你了？没有，我自己开一局的。哭哦！那你先来我的吧。我要怎么进去？私人好友战局啊！不能进来吗？有，我进去了。我发现，我只要用 Home 键。那个打开啊，我 GTA 就容易宕机。宕机。对。干、啊，我现在不能用电脑。哎、欸，我的桌子下面怎么有一叠钱啊？那个是你的紧急救难专紧急救难金。怎么可能？真的假的？当然是假的、啊。看我的保险柜有没有钱。保险柜，我有没有买保险柜啊？没有。加购武器库。莱斯特，闭嘴啊！哦、oh, ，Hi，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先给你买零食啊。You got a nice sleep, boss. They're bringing your personal vehicle around right now. 干这老板智障吧！老板智障智障。你干整天来买零食。零食好吃啊，对不对？他都不知道零食可以补血、啊，但是他们一辈子都体验不了穷苦人家的东西。哎、欸，我不要进办公室。下去。我的办公室在25楼、欸。25楼。对啊。我要去一楼，结果他按往上电梯往上，这是牛挺牛逼的。不用担心，每个人应该都是这种状况。我现在有多少钱？
现金有多少？9000块。Hashtag Valentine。快点啊！我要领薪水啊！你要领薪水，早讲嘛！这不是公开战局啊，一定得领薪水啊！I won't。我要先回家，看有没有任务可以接。I know, dear. I'm just, you know, taking it all in.I'll be here waiting. Can I get a Mai Tai over here, please? I need a refill here. It's yours. 不敢相信，不敢相信。不敢相信我就这么撞了你，是不是 ？Motherfucker！ 哦，对了，我们上次的那个好像还没有解完，赌场 Casino 的任务。解啊解啊！那我就不开任务了。Hello, are you here for Agatha? Go ahead, Agatha can see you now. Hello, sir. Bye. Thank you, have a good one. Yeah. 邀你要我什么？哦，猜四是不是？是，我要付400块了，干！为什么？你是不是被通缉？是，错假。I am fully present, but totally detached.Entering a state of pur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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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画面停在一个极为哲学的部分，就是可以左右移动。哦，可以了，好了。爆了！现在要干嘛？打掉佣兵啊！怎么没有红红的？你没有让我来得及买甲！操你妈！我要死掉了！我死掉了！我死！你没有让我来得及买甲，我的！哎，好痛！Give me a cover. No. Back now. 在干嘛？哎，干！杀小啦！死去！太难了吧！
等我一下啦，你都不给我机会买假。假，你要先讲假。你就直接啪啪啪就进去了，没关系啦，我直接先购买弹药就好了。It's okay. But what should be the problem? Oh. 等一下，我们跳回去了，是不是？是。右边，右边，右边。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死了。我先捡。没有弹痕吗？啊？没有。他一直讲怎样怎样，谁会舒服啊？一进来就喊怎样怎样，一脸就是要开战的意思啊！谁会舒服，想要很好好的跟他讲话？我都已经要放下态度，放下态度，放下所有的情绪，要好好跟他讲，然后进来怎样怎样，我火又上来了，你知道吗？ I better get a tip for this. 果然还是叫你放一个，先放一个礼拜是正确的。妈，刚才先跑进来，那干嘛要他进来？那干嘛要邀他进来？他只是跟我反映说他的邀请没有收到而已、啊。我倒是没想到他是立马闯进来。因为跟他刚才谈下来的情况下，他是踩你痛点踩的是很无所谓。他踩的无所谓啊。他觉得就是这不是他的问题啊，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啊。那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如果今天如果他今天他家人去世了，我踩他家人说哦他家人是怎样怎样的，那请问一下他会爽吗？对不对？他一定会叫我跟他道歉的嘛，人之常情，合理嘛。最后他跟我讲的是他没有理由跟你道歉。他觉得他没错啊，他从头到尾就觉得他自己没错啊，所以他当然会这样讲。哎，这就有点难搞喽。我是不想搞了，他既然觉得这样子没错，我们两个观念就是有偏。我们两个人观念本来就是不合的话就不用再继续了，真的。那这样以后只会发生更多冲突而已啊。你怎么死了？你怎么被射死？欸，他们超准的啦，不是我的问题哦。我只要一露脸，啪啪啪啪啪，所有子弹都倒在我身上。你们都打开？对啊，我看到你上线，我咬你吧。跳出去吧，不用啊，我这边看一下。OK， 哦哦，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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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我刚刚讲的那番话应该有道理吧？算了吧，目前能解决就只剩让时间去冲淡这玩意了。毕竟你们自己挖了个大坑，却不知道怎么填起。我的观念是这样子啦，我没错，但是也是错在对方的观念。我受不了了，我要去买假了。我就讲的很简单，我有双亲，他没有双亲，所以大家的观念彼此都会不一样。但是他要这么火爆的说他没有错的话，然后不听人家讲话的话，然后硬要用他气势去压别人，那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再沟通。可以，大哥，放着吧，不用管他。You're a heartbreaker, but there's no grudges where Dave is concerned. 你越是抓得越紧，你就越容易被他激怒。所以我没有打算想屌他啦。老板，我要来找你了，老板。我邀你了，邀你战局，让你免费领个薪水。老板，我来找你了，老板。我一个强迫进去购买，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人？他强迫进来停车。强迫进来停车。你看他现在在这里，他停在这里。懂强迫朋友。欸，他到八股了。他想开走，你看他在八股。看这个人很会耶。你敢八股是不是？好了啦，趕快开呀！干你老几掰的！干你老来撞我的车！干，对不起啊，是我撞到你，但我还是想拍你。警察伯伯来了。I don't wanna die. Ooh.他贝贝来了，好运转转乐，下次开放倒数一小时八分钟二十七秒，哭太久了吧？我没有被发现，为什么他还是继续没有用闪闪的那个？你没有被发现，因为你又做了一些非法的事情啊。哦，我要继续砍人，是不是？看来我要进去跟枪店老板火拼了。你哪次不跟他火拼？ Life is ephemeral and without much meaning, except for consumption, which always makes you feel better. Visit the casino store.枪店老板这么嚣张的吗？我有邀你们了。赖群，我应赖群的话，你们那边要留着是没关系的。我未来我会再创一个，不会那么快创。妈，你们啊，假买好了吧？还没啦，好了没？还没啦，好了。真搞起来是真的是危机周边。
我没有打算搞周边的人啊，是他要一直拉观众进来，然后一直拉所有局势下来啊。这本来就是我跟他的事情，他硬要把其他人拉进来，我没有办法。这是沙桥，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个画面？如果是女的露胸，那就算了。你给我看一个男，还有一堆枪声，哎、欸，这很难，这真的很难啊！先躲好、啊。哎、啊，我看我找到保镖啊！安娜 no ammo。我死了。敢不要戳啦！哎、欸，一次 double kill， 该你要刷经验也不是这样的，经验才160而已，怎么刷啦？这很难啊，躲好就对啦。慢慢打，拿原子宝出来搞。哎、欸，可以、啊，可以哎、欸。那就拿原子宝开搞、啊。两个原子宝，一个拿枪就好了。行。拿枪啊，我没有原子宝。哎、欸，旁边哭。搞一下那架飞机啊，有我在搞他，你有没有看到？啊，驾驶死了，驾驶死了，驾驶死了。啊、旁边哦，差点直接被烧死！旁边！我在补血，倒了！他坏了，他坏了！哎呀！他们有机枪是不是？他
们有那个就是 会突然啾啾啾的。干！我刚刚丢感应四 D 嘞，妈的，智障！高飞机！死了。他们那个他们会直接啪啪啪啪啪，然后就死掉。看起来你是没有假的部分，所以要慢慢打。我的甲剩两个而已啊！哎呀，这次怎么从这边？哎，打一半而已啊！好像是吧。下面一个。我在游泳。啊，我死了。哎，敢游泳？没有人要帮我打。没人家帮我打下面那个、啊，我下不去呀、啊！就你呀、啊，就你在说，我都不敢，就直接一拼就对了，打到他死掉、啊。他还没死、啊，我把他打到死啊！好，这是这是。不要走出去啊！不要走出去！我来枪，我来平，那个倒地，我来平枪就好，倒地就好。最远处飞机那里还有人。有一个靠近了。哟，看，我要回去。我剩一个护甲。
Get behind something! What the fuck? Go! They hit him! You dick!剩下在哪里啊？楼上。我靠你到！没事，没有有趣伤害。等我，等我，等我，等我。我看，我看，我看。我在这里看。没事，没事，可以直接上来。多少？多少？你旁边一个，旁边一个。有一个 boss， 有一个 boss， 有一个 boss。我先解决后面的，我死了、有人死了，我被 boss 打死了。OK 啦，至少我撑到后面来。这为什么这么难？好问题，可能是困难吧。等一下，等一下，他可以买甲，可以买甲，等我一下。OK， 扛错可以买甲。怎么有直升机？先干直升机啊！干这直升机打不到、等一下，我们头上有一个人，我们头上有一个人 在走来走去的。我们头上有一个人跑超快，干他，干他，干他！他跳下去了，他跳下去了，牛逼！摔死就不用理他。你要开秃鹰。有一个摔下去了，有一个摔下去了。哇，不行，那个重装太屌了，直接被打死。你不要乱啊！打蛇，等哈，后面还有一个小喽啰。Kyle， come on！ 得。Okay， is that all of them？ Come back to me at the elevator。Well， 他开直升机回去了。这才爆了谁啊？又回来啊、踢了又腰腰了又踢，踢了又跳，到底是想怎样？不是啊，按你讲话的态度就一定要这么的昂西啊吗？什么讲话的态度？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呢？我想好好跟你讲啊，你这态度就是这么的。我跟你讲，你想要好好跟我讲，那你请问你昨天是什么意思？我昨天在亲。Discord 的时候，不小心把你踢掉了。
后来我要邀你回来，我忘记把那个权限拉回来。所以我后来不是有邀你吗？对吧？后来我要我请一名要我进赖群，我要进去讲话的时候，你又把我踢掉了。我要怎么跟你解释？你先踢我的，我知道，我把你踢到赖群，然后你拉回去，那你就是把我踢掉。你要解释个毛？我把你 Discord 踢掉，是因为我不小心踢掉。然后你再把我赖群踢掉啊，对吧？我把你 Discord 踢掉，是我不小心把你踢掉。我在管理我的 Discord 群，然后我想要把你 Discord 邀回来，但是我回去快赖群的时候，你已经把我踢掉了。对啊，你把我踢掉啊，你拉回来，一米把你拉回来之后，你是不是又把我踢掉？啊你都把我踢掉，你还想要跟我解释什么？你先搞这些事情的、欸。你先搞这件事情，那、啊、我问你，你当下你不小心把我踢掉，你有跟我讲吗？我要跟你讲，你把我踢掉了，我要怎么跟你讲？对吧？你他妈不会 Discord 私赖是不是？还是用赖私赖？还是你每次只要一搞事，你就一定要？我跟你讲，我这次最不爽的点就是在这里。你每次只要一出事，你一定都不会用私赖的，你一定都是他妈的一定要在公开的地方讲说你怎样，你怎样，你怎样。我就是超级不爽这个。所以你讲话一定要骂人家脏话吗？我跟你讲，你那天说我提到董瑞晴，你要是不舒服，你要是私赖好好跟我讲，我一定他妈的会跟你道歉。可是你今天这样子，我真的是超级不爽，而且我根本就不懂为什么就只是提到那三个字，你到底是在不爽什么？你要是有办法好好的说，跟我好好讲啊！不是，我跟你讲，你要是有办法一字一句的跟我说，到底是为什么？只是说到这三个字，就会让你他妈的痛哭流泪。就让你超级不爽，我就跟你道歉。你要是有办法说出来，所以你一定要这么带有情绪的跟我们沟通这些事情吗？你如果要继续带有继续激烈字眼的话，那麻烦你麻烦出去好好的冷静一下之后，我们两个再来好好讨论这件事情，可以吗？今天不是我情绪情不情绪的问题，我现在已经很理性在跟你讲，我只是把我现在从以前到现在累积的不满，还有我观察到的事情，我现在全部讲给你听。那你要带情绪字眼吗？什么他妈的，你要问候我妈妈吗？你一定要这样子吗？这样不太对吧？那请问你刚才我刚才说的，你有听进去多少？还是你只听到这些？我有听进去，但是你那些情绪字眼会让我不想要继续跟你讨论，而且我会觉得说你现在还在气头上。好，那你说，好，那我跟你说，你要是当下不爽，你为什么不要好好的用私赖的？你为什么一定要每次什么事情都在公开的东西里面讲？你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对不起你是不是？不是啊，东西发生在哪里？我会在那边直接。今天如果说你私赖的时候跟我讲说你提到董瑞琪，好，我会直接在私赖跟你讲。但是今天是你在 Discord 公开聊天室的时候提到这三个字，我会直接当下在那边跟你讲。这是我处理事情的态度。不是，我跟你讲，你这样就不对了。我跟你说，我们今天我们不是在吵架，我们那一天只是在嘴，我们那一天只是在聊天。而且我今天不是骂你，我今天就只是单纯的提到了那三个字。我那时候我就只是提到了这三个字。我今天又不是说什么，我今天又不是说什么针对你说你追不到董瑞琪还是什么东西，我不是说这种话啊，我没有。我今天就只是提到这三个字，啊，你就在不爽。请问一下，我们之后还可以说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你常常这样子。我们只要不小心说到什么东西啦，然后你就会突然说什么，你这样子很不爽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突然搞一堆事情出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这样子。我哪时候有很不爽了？我不爽的点就应该就只有感情事而已吧。我虽然很不想要这样，可是我不得不说，我这个人蛮会记仇的。哦，上次还记不记得之前有一次，我在玩 GTA， 然后我那时候挂单人模式，而且然后你就跑进来说你要打LOL，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一群人挤在这里，然后我们开始聊天，然后你们跑去打LOL，然后你就在那边气头，问你说你怎么都不讲话，那你就开始在那边打字打一打，说，那个一会说这个要玩 GTA 的，一会说要去爬积分的，又在那边毁约，你还记得这件事吗？什么时候的事情？很久以前了。好，这件事你不记得就算了。可是我
我记得我当下我那时候想要好好跟你说，可是你后来在那边鲁小，然后我就后来直接在 Discord 把你喷到不成人形那边道歉，你还记得吗？是最近的事情吗？没有，很久以前的事了。好，那很久以前的事你不记得，好，你没关系，那就算了。那讲一下最近的好不好？最近的，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去那个吃寿喜烧之前，就是我去上寿喜烧之，我们去吃寿喜烧之前，我们不是有一起打LOL吗？对、啊。你还记不记得你那天把我弄得很不爽？然后我后来，我跟你讲，我那天真的是已经不爽到一个极点，我真的是只差点没有在那个 Discord 里面直接喷出来，可是我有忍住，我有好好的用私赖跟你说不要再这样子。那我是不是有好好的跟你说对不起，对吧？对，可是。对不起，这个是一回事，重点是你有改吗？我没有改吗？我已经很放尊重的，我尽量不去对你们人生开玩笑了。没有，那个什么叫对我们人生开玩笑？我已经很少嘴你们了吧？不是嘴。打嘴炮可以，就是平常我们那边玩说那个打嘴炮啊，你这个臭甲这样什么可以 ，OK， 没问题。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你身上就是会感觉到有一种，你总是会想要让我们觉得说你比我们还要更高一等那种感觉。我没有这样子的想法，是你自己这样子印象对我的想法，那是你个人的问题吧。我跟你讲，你去问佑瑞你就知道，你去问佑瑞跟昆明你就知道。我们三个私底下在讨论这件事情，只是我是特别不爽那一个而已。他们两个也有这种感觉，只是他们不想要跟你计较。只是因为我会那么不爽，是因为我真的非常讨厌这种人，所以我真的是忍不下去。你去问他们两个，他们也是这样想。我从来不会用我自己上班的态度。然后再来给你们影响，我从来不会干这种事情，好吗？我知道你今天你本人可能是没有这种想法，可是你可能会无意间你可能会说出某一句话，你自己没有感觉，他让我们几个这样觉得，你有想过吗？那你当下有讲吗？我讲过好几次，有时候我是不想要跟你计较，所以我小时候就是假装没事在那边跟你嘻嘻哈哈。哦，我最讨厌人家假装跟我嘻嘻哈哈，抱歉。当下有事情的话，你直接讲，直接讨论出来就好了，不要在那边暗地里你来我往的耍一些心机，我最讨厌这种人了。我们没有要跟你耍心机，只是我当下其实很想要跟你讲，只是佑瑞一直跟我说不要给你难堪。不是啊，朋友这种东西不是应该互相交流，谁惹谁不爽了，当下讲出来，直接讲出来不是更好吗？那为什么一定要搞到压力全部压上来之后一次爆发出来，然后搞的事情这么难看，这样不对吧？对啊，是没错啊。只是我想说的是，啊，现在都已经这样子了，啊，我真的这一次就是你昨天那个怎么讲？我现在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好，那 OK， 那我们就有些计较。可是你昨天把我踢掉，当下你没有先跟我讲，啊，我就以为你还在不爽前天的那件事情，所以我当然要极度委送，你知道吗？我就想说，啊，都已经前天的事了，而且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只是单纯提到你，就只是提到那三个字，你可以不爽成这样，然后不爽到还要把人家踢出去。啊，我想解释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想解释，你又把我踢掉，我气头就上来了，所以我也不会做任何其他想要跟你说什么东西的，我那个时候就已经爆炸了。你应该是在当下把我踢出去那一瞬间就跟我讲吧。啊，那个时候我火就上来了，火就上来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在啊，你当我火上来的时候，我跟你讲再多的事情，我都觉得我会做错什么事情，所以我想要暂时放着不行吧？我想要冷静一下。啊，我的意思是说，你当下把我踢掉，你为什么不先跟我讲 ？OK， here we go， let's find out what's。啊，不是我。你为什么要放到我赖群把你踢掉？应该为什么要放到说我等你等我发现你把我踢掉了，你还不跟我讲？我自己都在气头上了，我没有100%可以好好的跟你讲，你懂我意思吗？你当下不小心把我踢掉，啊，你为什么要等我
不是，应该说你为什么要等到我发现你把我踢掉了，然后我，啊，你为什么？我把你踢掉的时候，我有把你邀回来，但是你没有跟我讲说你没办法进来，所以我以为你还在生气。但是我后来回来看了赖群之后，你把我踢掉了，啊，我就请一鸣把我邀回去。而且你把我踢掉那个时候，我原本就想解释了，可是你不给我机会解释，所以我请一鸣把我邀回来，然后我把你踢掉。这是我做了第二个冲动的事情，好吗？第一个冲动的事情是我不小心把你踢掉，而且我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跟你解释，这是我第一个冲动的点，因为我那个时候在整理 Discord 群，然后我也没有及时跟你解释，这样清楚合理吧？了解吧？合理啊。他这样，你这样说，我就觉得 OK， 好，没关系。那还有什么我们生气的点，然后还有误会的吗？好，再来，为什么只是讲董瑞琪这三个字，你就可以那么走心？因为我放不下啊。我讲简单，我就是放不下，没有为什么，每个人感情事情都是最难讲的，啊，有的人觉得没什么，有的人就是觉得有东西啊。其实这种感情事哦，我觉得现在讲好像也不太方便。每个人感情事要看谁去解，每个人解都不一定是最对的，我只能这样讲。可是我知道你放不下，可是你不能。可是我该怎么想？可是你不能说今天就因为你自己放不下，他人家什么事都没有做，人家就只是可能在那边嘻嘻哈哈，人家可能就只是在那边嘻嘻哈哈，也没有特别针对你，也没有特别针对谁，人家就只是不小心说错那三个字，你有必要发那么大的火吗？ What do you want, Doris? 好，那这就是我的不对，我先跟你说声道歉，我对感情这种东西太玻璃。对，你当下叫我道歉的时候，其实你那时候要是可以好好的，就是直接私赖我说，如果我这样子真的让你不舒服，我一定会直接跟你道歉。可是你在那边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一定要就是在群组里面打那些话，你在群组里面打那些话，我看了就真的很不爽。我那时候当下想法是，凭什么？为什么要跟你道歉？那个就是你自己那个情绪在气头上面啊！啊，你现在你那个打在群组上面，你就是砍拖给人家啊！所以我那一天我知道你他妈在气，所以我知道你很气，所以我跟六六还有 Komin 在那边嘻嘻啊，我们知道你应该也看得出来那个气氛很僵啊，我们就在那边嘻嘻哈哈的，就假装没事这样子啊。啊，我想说到隔了一天，就是到昨天嘛，你应该好的差不多了。我想说昨天明明就打完都还没事的，啊，就没有怎样啊。他结果我在那玩玩 GTA， 然后看到群主被踢掉，我那个火就来了。啊，你现在跟我讲，我就觉得 OK 好没事的。可是我真的觉得说，所以我知道你感情放不下，那 OK。可是我们也不是故。我们就只是聊天，他，啊，聊到就是只是聊一下，他，啊，可能不小心聊到，他，啊，也没有再继续聊他的话题啊，就只是说了他的名字而已啊。那我讲简单的，今天发生这种事情，就是大家的观点不一样而已，这就只是一个观点不一样，然后产生了误会，然后产生了后续这么多不必要的东西，这样子对吧？没错吧？差不多。我后面也有看那些东西啦，其实对我来讲，我是觉得没什么什么六四民生那些，其实我讲明白点，我就只有感情事情不能在我面前提而已，既然你要怎么嘴炮我都没关系。对，我今天也不是说嘴炮不行吧，就是对，就是啊，我懂，我知道，刚才讲那些，他平常打嘴炮那些有没有意思啊？那所以这件事情 OK 了吧？没事吧 ？OK 了，只是我还是要跟你讲一下，就是其实这件事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我跟你这件事想跟你讲蛮久的，
对，就是你可能就是还就是可能要再去稍微抓一下你那个，怎么讲，就抓一下那个感觉啦，也不是说那个感觉，因为我们三个真的有点不舒服，就是真的有时候真的会有点不舒服那种感觉。好，明白。OK 啊，明白。啊。我也是很不想要跟你吵架的、啊。我也不想吵架，谁想要？疫情都已经这样子了，谁想要？已经闷在家里够难受了，谁还想要吵架？就已经不能出门去放松了。然后你现在又要在网络上这样子吵，而且还看不到对方，你只能透过 Discord， 然后跟一些冷冰冰的文字在那边吵，谁会舒服？大家都不舒服吧？啊，这件事如果就这样子的话，那大概就这样，就只是两间的观点不一样，然后产生了误会而已。对啊，而且没有当下说出来。啊，对，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很高兴讲开了。我也很高兴讲开了，不然我这两天我是真的，一打开 Discord 看到你上线，然后我就在想你什么时候进来。然后会什么态度什么的，我要怎么样回应？啊，我昨天当下会想很久，就是我想要我昨天想要跟你们打的是因为我想要回归那一个气氛，懂吗？但是后来我在整理 Discord 群的时候，不小心把你踢掉，然后我不知道停权之后他要解停权，你才有办法进来，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然后你也没有跟我讲说你进不来这种东西，然后我回去看 LINE，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就有一点不知道 what the fuck 了，然后进来看 LINE 的时候，然后就发现我自己被踢掉了，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理智线断掉的那一瞬间，什么做什么事情都不对。对啊，我昨天就在想说啊靠北啊，昨天打落的时候不太好好的，到底是哪里不对？啊，没事了，过了就过了，讲开就讲开了。好了，我还一定要回彰化，还回彰化啊？今天彰化那么多人中奖，你还敢回来啊？就算会得肺炎，我也要把艾滋传染给你。千万不要，拜托不要，我不是假，拜托不要。这种事不是你说不要就不要的。那麻烦先去中区那个、啊。他已经中了，就是他给我了。就是他给你的，是不是？那麻烦下一个彰化市区的好不好？不要是我，我最后一个可不可以？彰化市区的，你是说那个现在在挂机的那个前民权服务员，只会 K 区的那一位吗？在 K 区睡觉那一位。就是他传单给佑瑞的。哦，就是他传，他是病原者是不是？啊，对啊，再来换我寻找一个交接的对象了。我希望我会是最后一个。你早晚都要染病的，何不一开始就染病？我不要，太快了。好啦，我要先闪。好、啊，你那个赖群邀我、啊。好啦，我等下邀。行。但我要先去洗个澡。好，拜拜。拜拜。又沉，抓小了，干干净白。怎样啦？
解最后一个任务呗。你去开啊！我跟你讲下嘛。我怎么放屁啊？哇哦！Trying to be faster than each other. It's premier horse racing at the inside track.要了，It's all over, I'm afraid. Word from the uncle in Hong Kong. We've got to sell. Too much drama. Your condo should be fine, but I'm finished. I'm so sorry. 这是什么表情？我记得这一关好像要用消音器。Very good. Even though we sell, Mr. Chang will be very happy when Duggan's dead. Go to the ranch, take him out however you can. There'll be lots of guards, so get past them first. The money is ready to transfer as soon as it's done.And tell him it's for me!完了，没事。没打死，人来了，人都来了。自杀，自杀，自杀。那你为什么要炸掉我的车？不小心炸到了，我很难过。我很难过。
我，等我，等我。这边好像有一个人，我看不到人在哪。监视器拍到尸体也算了，所以监视器也要打掉。What the fuck？ 你触动了另外一个人。哭哦。树吧，他们都躲在草丛里面，很酷欸。还是我们去高点狙他们？啊，可是你要一起狙啊，你懂吗？我知道，高点比较好，容易看到他们。所以你要跟我讲，你要狙哪一个啊？没有问题。我要狙另外一个、啊，不然你来不及狙另外一个就输了。我们先去后面的高山。我们不能直接轰炸式攻击吗？不许，因为你只要轰炸式攻击，他们就会叫急完。这里可以了啦。我们先打掉左边那两个看门的门口的那。对，你要打左边。我打左边。好，等一下，右边那个会动，要等一下。好，三二一，我操你妈！没事。其他的看不到。我打后面的。哇，你被发现了。啊，尸体被拍到，是不是？这监视器要先打哭啊！对，要先打后面的监视器。下次先打后面的监视器。我是没看到监视器在哪里，不能这么远啊，看不到啊。操你妈！操你妈！八七直升机，进来了。看到了，他们都跑出来了。他们都跑上来了，跑上来，你脚下。我先躲车上。你去躲。What is going on？ 直接被直升机轰死了。啊干！我怎么复活在这边？
干掉艾伦的后，所以要全部都干掉。对。哎，先干一下直升机。我在处理，我在处理。好，掉了。下，我靠，零 T 啊！哦，哎，后面有人，欸，他们集完到了，你死了。他们有狙击手欸，有啊。先把摄影机打掉啊！直接走进去了啦，不用上车了啦。直接走进去是不是？直接走进去狙啊！先干摄，我想一下。那台摄影机怎么干啊？他们在这里看不到我们了。等一下，我先干那台摄影机。你怎么了？好，我打掉了，因为你被看到了。我没有被看到。没有，他已经举枪了。真的？对。旁边这里有一个人，是不是草丛里面？然后打掉了。很好，很好。等等等等，走走走，我们直接进来。旁边那里有摄影机，这里吗？不是，另外一边。他在另外一边。一个转角。看到那个摄影机，好，解决这个摄影机啊，就剩外面的人要解决。嗯？有没有看到了？好吧，我们去死一死吧。我们去死吧。不用吧，不需要吗？我感觉是不用，你要躲好，躲好打就好了。哎，干，莫名其妙。很难呢、欸。到他们后面。啊！
I need a cover. 我也需要啊。躲掩体。完了，我没有补包了。我死了！我已经吃到没有药可以吃了，不是药，没有零食可以吃了。等等等等，我们好像要直接从后面开始打，我觉得我们直接从后面开始打，后面根本不要打，后面没有比较好打，真的。好吧，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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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机先打吗？我先打摄影机，好打，打掉，我打掉。有人，还有一个人会回头，被看到了，被看到了。好，去死一死啊，去死一死啊！我觉得被看到就去死一死就好了。在这里啦，看，赶快打啦！哎，很好，你死了两次。我死了两次，特别的快。哎，你有噪音？什么噪音？就吱吱吱的噪音。我不知道。北。等我一下啦，还是我们先等摄影机转去另外一边，再干，直接干他们两个，再补摄影机。摄影机 ，OK， 然后前这个我看不到这个了，你有看到他吗？对啊，要从另外一边。干他！看到。是啊，干嘛？根本是骇客任务嘛！来，我先去干那个摄影机，还是要先干对面草丛那个人？对面草丛那个、啊欸那個？看不到，你去干他，我干这里的，我干这台摄影机，好干掉了。你赶快干那个草丛的人、啊，你要一发就干死他。有啊，打死了。然后我干这个后面这个人。Oh no！ 我绕这边进去，干他开车欸，车也要打掉啊。可是他在摄影机下面，不要打了。没有，我先打摄影机。看，可是找不到摄影机，找到，打掉。欸，有人走出来了。哪里？在我们后面，干他，一定要干他！我没看到他在哪里。他在外面。死了。好，那就好。前面那个干掉。好死了！死了！干，我根本神枪手。进去！有一个面对我们的。
倒了哈，倒了。摄影机，摄影机在哪里？我没看到他。我也没看到摄影机。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掉了，掉了，掉了。哎、欸，有一个开来哦，有一个开来哦，有一个走过来哦，往后推一点，往后推一点。老师 ，nice。我们现在要怎么走？慢慢打啊。走后面好了，我觉得后面，后面，后面，后面。后面有一个人，后面后面走后面这个，他转过来了，死了，我神枪手啊，我谁？啊，绕另外一边，我先把这里的摄影机打掉，在哪里呢？我看一下摄影机找到了，他走过来吗？没有，他卡在那边，好，解决掉。剩这个背面的这个，我找一下，我看一下他在哪里，这个我解决。我找一下。他在买贩卖机。OK。快！老师。好 ，OK， 剩前面那个，先解决摄影机吗？等一下哦，我看，他们是在房子里面啊？没有，这里没有房子里面。我看到摄影机了，完，他出来了。哇干！没事，他们后援应该没有很多。最好没有很多啦，干你哪嘞？重来啦！打到这样子还要重来哦？你先躲，你先躲起来，躲起来。我要躲的时候就死了，重来啦！都打到这样子了，你还要重来？重来啦！这打不完啦，打得完啦，打不完。我有试过打得完，只是要打很多而已。我不要打那么多。人要先打，那边的人要先打，因为他听到。你一定是手刚刚抖了一下，抖了一下没打稳。没有，我刚刚先打那个摄影机。我们所以这个前面这个正门打完，然后直接绕去后面打，这样最快了。然后一个，哎、欸，等一下，一人一个哦。敢就说等一下哦，被听到了，靠北啊！被听到了，我操你妈！就说等一下了，你怎么那么急？你为什么那么急？急呀、啊，哪是不急？就叫你等一下，要直接同步两个一起杀。你有怕摄影机会看到？不会，放心。不要急。不要心急，要这样的话，我们直接开始，直接干就好了。偷偷的还没有比那个直接干还久，你知道吗？慢慢来就好。等我。好、哦、，OK。对嘛？等一下，我来走，我走过去干他。OK， 他没死，死了啦。
刚刚摄影机差点就看到了。好，你去干那个草丛。哎，有人，他听到了。为什么他射我啊？那怎样？千里耳是不是啊？你先看到，你先打那个草丛。我就看我们要打多久，我就看要多久，没关系。三，等一下，摄影机。没事啦。摄影机转过来了，哭哦。我来，可以。干，你没打死哦，没事，他倒了。回来。他刚刚突然瞬间转过来一下。我们在那个玩差事。我这个后面有一个哦，我旁边那个你解决一下。我会看啊，我会看在哪里。看一下。我这边看不到哎、欸。我慢慢打。我看不到。等我一下，我先解决这个。我没打死。啊，重来吧。没打死人。好，我们三个人吧，快点。那我要去补个零食跟甲。对啊，你去补吧。摇个呗。等我一下，我们先去补，因为他这个差事没办法直接摇。猜猜，你们刚刚应该又是不欢而散。没有了，没有，讲完了。如果不欢而散的话，他还会邀我去住。没再注意群主了。这是哦。接下来我要实行你说的十人团。哎，是没想到这么快、啊。怎么回来这边？你按到重新的？我没有按到重新啊。哦，我在旁边爆炸这么大声，他们还没听到是不是？那我们直接用爆的、啊，我直接用爆的、啊，我们直接一个内的丢过去。来不及了，我已经死。没关系啊，三个人一起丢，每个人都丢一个连弹过去，一起引爆。蹦蹦蹦！你按到继续了啦！我都知道。啊，对不起，可以不能直接跳吗？不能啊！好，那我们试试看，我们先尝试看看，丢年弹过去，他们会不会发现？一定会发现。不管，我一定要丢年弹过去。那个爆炸声，聋子应该都听得到。没有啊，刚刚他们就没听到啊。我们丢看看，我丢。啊！啊！
清得到啦。没有，是没有直接把他炸死。好好，不要按了，我不要再按键盘。听得到吼，他们看到东西过去，他们就会先叫了。哎、欸，那我不能。What the fuck？ 我什么都没按哦。我也什么都没按啊。所以他还是会自己自动继续就对了。屁啦！他差事不能离开的哦。我是觉得你们要先跳掉会比较实在嘛。怎么跳掉？我看看啊。你要整个游戏关掉掉。应该一个跳掉应该就直接结束了。林森你跳吧。我退战局了。你有跳出去吗？啊，又成。喂，没有哎、欸，你还在里面哦、喔。他叫我继续，等一下，我看等一下是不是继续。如果是继续的话，那也是挺智障的，一个人要打全部人。不是不行，你如果有 NPC 灵压的话，那一定可以啊。我一定可以啊，跟你讲，我 John Wick 呢，噗噗噗。然后你就被一大堆 John Wick 打死？怎么可能？里面都装 Weep 啊，你小心点。没有，我回来了。好，我邀你们，还是你们要来我战局？你们两个在同个战局吗？没有，你进来我的啦、啊。我跳战局好麻烦了、啊。我进不去你的。好了好了好了，我去你的，等我一下，我存个钱。不然每次死掉都要一直掉钱，操！There's the boss. Hi there. What can I do for you? Keep your blood sugar up. 为什么他没有一件临时全满呢？还要我一直按 Enter， 真的很智障。Are you sure you need more snacks? Looks like your pockets are full. Our fearless leader. When you finish what you've got, I'll give you some more. Are you sure you need more snacks? Looks like your pockets are full. When you finish what you've got, I'll give you some more.You thought about giving me some shares, boss? P and Q 太多了吧 ，P and Q。那个跟那个可以不用补啊。Are you sure you 那个回血回超少的。可是我全部都吃完。你就补实力王就好了。不行啊，全部才是以防万一用的。对啊，万一你在野外，你就差那么一点点的血，你会死，你吃不吃？反正我都全满。但是我会选择死亡。那你去死吧，因为只剩一点血，你连
生存的资格都没有。我在想晚餐吃什么。昨天吃 Subway 嘛，对不对？先吃麦当劳。先吃麦当劳，后天吃肯德基啊。肯德基不难吃。然后改天吃摩斯。对啊，改天吃摩斯啊。这摩斯太远。摩斯那么难吃。然后再下次吃 Burger King。有哎，这里有 Burger King， 但在市区。再下下次吃个顶呱呱、啊。顶呱呱，我这里就没有。快腰啊！在开车了。我又中车子了，牛逼！聊了，哎，剪头发，等我一下。还剪啊？还敢剪啊？不是那个是大崩那个他老爸吗？是，没错。叫骷髅吗？有用吗？没用，这个要暗杀，暗杀不了，对面就会借机玩。我有看到有一个全裸 ，What the fuck？ 还有一个577等杀击杀死亡比 13.59 ，What the fuck？ 在哭哦，剪完没？等我剪完了，我换个发色。我刚刚去做了挑染，懂挑染。没有，我感觉不出来你有挑染。请问你的安全帽有防弹吗？没有，没。这里不是 PUBG 啊。一级亏。我为什么要带着这两个奇奇怪怪的人跟他们一起做任务啊？天哪！我的子弹看起来不够绅士吗？没有，不够绅士。你如果戴个熊头的话，那应该很绅士了。
你没有看到那我的小胡子吗？没有，没看到。有一个，有一个，你解释一下。有一个尼哥不小心后面的人擦撞了我，我又擦撞了他。你解释一下，你想要重新来是不是？没有没有，没这个打算啊，真的没有，一切都是误会啊。有人擦撞我啊。哎、欸，谁在那边按喇叭啦？就是我啦，操！可是他们没有打电话给那个、欸，哎、欸，他们打了。有人在搞啊！妈的，在撞啊！操！他直接爆我头哎、欸，发抢，我安全帽没有防弹，我怎么都可以把我的安全帽拿掉？救命！啊，去死一死就好了哈。只要用勇敢的像 John Wick 一样走进去，他们就打不到你。好了，他们死了，我死了。不是他们，是你。妈的，在撞！我干，我这开局就还没夹，就被你撞没了。现在后面人在挤我没？啊，你不会刹车是不是啦？啊，我刹车啦，来不及啦，弄起你呀！这个是追撞啊，这样子来讲，你要找最后面那个人找你赔偿，不是我、啊，这是你啊，你不懂得保持安全距离。他撞我、欸，哎，怎么可能是我的问题？我保持了安全距离啊。你差不多也有三成的责任啊，不要吵。台湾法律。你看我假没了，操。好，让我带着这个这么恶心的。等一下，等一下，那个监视器在看呢、啊。你要打左边，打右边吗？我打左边啊。我打右边啊。OK， 结束。OK， 你们去切那个农场那个，我切监视器。哎、欸，他看到。左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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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他跑了没？他在跑了，代表他有发现到了。你看左边那个跑过来了，你要处理一下。没有人跑过来啊？有啦。哦，你说那里啊？对啦。OK， 解决。你跟我说左边，你跟我说路口左边，我才知道，不然我怎么知道是哪里左边？刚被看到。
我被挡住了，重来吧。直接重来就好了哈。那个援军太多了。For me, Mario.直接开骷髅马，骷髅马好处就是失败后还不用怕会死。上车。不用啊，我不用上车啊。你会死。你打不了啦，那个你真的打不了，真的。我是说你被撞死的，我是被撞死的。没有，我们这边没有人撞你。我是被撞死的，没有人撞你、啊，没有人撞你，你是被枪杀死、欸。没有，没有，你们撞到车，然后车撞到我。What？ 没事啊，我先把骷髅马开近一点。没事，我已经有看到了。我们不怕失败，我们有后备方案。不要啦，搞那个打那个好久，我直接重新。你重新或许会打，会比原来直接打更久，不是？我记得我们打这一关都是后面直接打后援。等一下，等一下、哦。是不是有一个人会走过来？那个人会走过来吗？不会吧。左边那个，后面那个。哎、欸，有人走过来，有人走过来。他在找，他在找了。我在这里等他。他走过来了。啊，是是是。等我看到这个监视器跟这个人。等我看到他。等我看到他。对面的帮我干掉一下，我对面的，马路对面的那个。谁被看到了？哎呀，没有杀到人。现在要怎么办？
一定要瞄好再打，不然要打好久。他有人怎么有人怎么有人哇了一下？有吗？我刚听到有哇一下。我等那个人走过来。发现了尸体被摄影机拍到了，尸体被拍到了。那这也没办法啊。继续打吗？继续打啊。进来，你在干嘛啦？你要不要进来？你们打那个。喂，好酷啊！哦，看来是不能，没办法了，不能开车了，我们只能悄无声息的打完。看他知道这游戏太突击了，看你没开车。这是他们的武器耶，哪里作弊了？旁边一个啦，打死！打飞机，打飞机！没有飞机啊？没有飞机吗？渡口那些什么？哎，他们有机枪手哭啊！直接带我去送死欸，老哥！让你打到啊！谁进来了？我被打死。所以你打不到了。我打得到，但是旁边有太多小喽啰打着我。我怎么看到最后有一发火箭弹过来？我怎么知道？
要先打摄影机还是先打人？摄影机先打吧。如果摄影机跟人差的有点距离的话，人要先打。先躲摄影机再打人，然后摄影机再处理掉是最好的。可以了哈。可以了。所以左边那个会不会到底会不会过来？哎、欸，它是一个不定时炸弹、欸。没有，你只要不要让他不要开太多枪，被他听到，他都会在那边。OK。你这角度看得到我这边的这个吗？什么东西？谁被发现了？我这里是很正常啊，又被发现了。我这里也很正常。我不知道啊，是另外一边了。他们直升机有火箭啊。他们的火箭呢？快去抢那台车！打不完啦！我要去躲我以前的角胶了。我好想直接火拼，然后夺我以前的专属仓库，直接开干。那就要先落后了。哎呦，你知道我的仓库吗？反正从右边打进去就对了，从右边打进去最简单了。从左边打太容易被发现。我被发现了！哎、欸，他们会穿透那个啦。你不知道？他们不是，他们可以看得到草后面的东西，不公平。你不知道？草后面本来他们就看得到白痴哦、喔。不公平的，自杀了，自杀了。我要去躲我的角落了，再见。呦！哎呀！谁死了？你死了？我死。我一直都在你后面。看来是另外一个死。对啦，我死了，我就想要重新开始。我们打那个点很好打，真的。他打太久了啦。不要想着要笑无声啦，想着要无声就会过很久。我要无声啦。那我可以去吃饭吗？
不要这么执着哦，朋友。我就是执等一下、哦，等一下、哦，杀人杀慢一点哦，来不及了。有一个车，有一个车，来不及了，被看到了，尸体被看到了。没有吧？有，已经在叫了。鸡丸来呀、啊！鸡丸来呀、啊！请支援收银。打太快的啦！驾车！快点进来，我们这边，我们这边很安全。完了，丽舍。慢慢打就好了，你们在那里冲。啊，我走到你们那里，没死也半条命。喂。他、啊、不是很安全，怎么死掉了？还有机关枪啊，哭哦！看到外面多少人？有，我看到。那两架飞机都不会飞过来。他们不上来，我怎么被轰死？
你怎么死？我躲在最后，我躲在最里面，我被轰死哎、欸！一个人在轰火箭弹是不是？有一台直升机在轰火箭弹，然后我被隔墙轰死。还是我们直接去高速打、啊？高速打一样啊，你懂吗？还是一样？有吗？一样。他飞机还是飞过来干你啊？我记得彭昱跟我们做法就是直接先上高速打。我们刚刚试过高速打、啊，他一群人还是上来干你。我推荐高速打。我打右边那个，好、啊，他怎么发现了？好，我们在外面支援你。他怎么被发现的啦？我怎么不知道？帮我把那个干掉啊！我们在处理啊！我把飞机干掉。路啊，看不到。打掉了。干飞机！打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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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干飞机就对了。他躲在那个草丛后面靠呗，那你就先上来，没关系啊，我绕一下，你们解决飞机，有一台飞机右边哦，没有，他是往你那边飞的，对啊，帮我解决飞机啊。快！没事，他死了。欸、我们下面好多人。
哎，火箭，火箭，火箭，小心！把我弄死啦！干！有一个两个，他死前打出了最后一把火箭，莫名其妙。我记得火箭是最后一台了，撑过就没有了。好了好了，你们要去高处打就去高处打吧。我一个人在下面，好难打、哦。打游击战是吗？你干脆直接火箭弹直接轰他们家好了。没有，我们要大胆一点，直接上去上面。我们在上面高瞻远瞩的打他们。那你再飞远一点好了，你再更远一点算了。如果我们有人手一台暴君二的话，那就更好。那当然是不可能。还没被发现是怎样？哦，我打死了，车子打死了，剩下里面的。哎、欸，我们还没被发现，傻小，还是下去打，应该可以的吧？下去打，我下去打，等我，我下去打，我下去打。里面一二三四五六，里面至少还有六个，都在房子后面。好，你被看到了。我为什么被看到？监视器吧。你先清那个会飞的。我来处理。我打，我继续打。小心哦。你后面有人，下来了。有人上来。你先处理，我先处理那个直升机啊。来。牛逼，装甲车！上车！旁边这台车，这台车。后面，装甲车、啊、那个装甲车我打不爆啊！哎、欸，啊你怎么死的？我上面没有防护啊！哦，原来上面没有防护。怎样？这一上去就死了。灰色弹的来了，躲一下，回避，我死了，他是一次人射很多是不是？对，那我想想，这不要打，我要先去处理东西，我觉得还是一样，先在上面打，我先处理东西。
要继续哭。你是不是在哭？我可以直接跳掉，没关系。